老百姓报警，然后在那个疾病防控中心门口啊，呀，有人发生打架了。实际上到达现场之后呢，他两个人就在一起，然后他这个男的想挣脱这个女子的这个牙齿，被他咬着之后想挣脱，然后这个女的就紧紧咬住不放，然后男的就一直在那，就是非常痛苦喊吧，然后旁边的人老百姓呢也不敢上前制止，然后我们第一波然后出警到现场之后呢，想把他分开来，就分开不了，听他们叫声呢就感觉非常痛苦，但是掰不开，这女的就咬着不放。然后呢，那个后来那女人就那个喷了喷气啊，对人体没有什么伤害的。然后喷了一下子，然后她女的才松口。女的92年的，男的是95年的。他两个人谈恋爱是时间很长了，反正几年应该有了。据他父母讲呢，这个女孩这个早几年呢，就是上初中的时候呢，受过惊吓，在合肥治疗之后呢，然后一直都5年多啊都没有发作过。然后这段时间可能是在网上呢买东西啊，可能是受了些刺激。父母说他讲那个讲以前在网上可能在网上被骗了，被骗钱了。那下午呢正好可以跟男朋友来接吻的时候正好病情发作了。小程序里有热乎视频。